如果所有连锯都有全自动会怎样？炫漫们只有四把连锯有全自动模式，他们就是 VSS、MK14、MC17 和 MK20H。假如所有连锯都有全自动会发生什么呢？一、连锯近战大加强。有了全自动模式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其实对远战的影响很小，因为远战都是点射，不需要全自动那么快的射速。全自动对近战的影响是最大的，因为近战有了全自动之后，钢枪会更厉害，看见敌人只需要把开火键按住就行了，不用再像以前一样频繁点击开火键，用全自动很轻松就能打出最高速度。二、栓锯用的人会更少，这样一改，全体连锯的性能就被进一步加强了。连锯不仅远战厉害，容错率更高，就算没有步枪、冲锋枪、机枪的情况下，也能用连锯打近战了。连锯加强了，栓锯用的人自然就更少了，到时候只有空投栓锯有人用，地图栓锯玩家看见都不想捡。三、5.56连锯超级加强，这样一改，对7.62连锯的加强就是正常幅度，可对5.56连锯的加强是超级幅度，因为5.56连锯后坐力更低，全自动模式会更稳定，到时候能近战能远战，真的强无敌。